假如我有了女朋友，去和毛姐解绑 CP， 看看她会是什么反应。那我们直接找到麻薯。你这玩的不害怕我哥削你吗？没事儿，你配合我就行了。Nice， 毛姐啊，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还搞得这么严肃啊？就是咱们 CP 关系要解除了。啊，这为什么？就是我要谈恋爱了。哎，其实我早料到有这一天了，虽然有点不甘心吧，但也该让你拥有自己的幸福了。对了，那个让我看看那个女生呗。我来。啊，妹啊，你咋来了？这个其实我是他那个，他女朋友。女曹，我去，哥们拿你当兄弟，你却惦记我妹，你是真不当人了。哎，你咱条件也不差，你又怎么看上这玩意儿了？咋的，眼神不好？你俩在眼神上确实有点。哎呀，那这种东西没办法，真的就是缘分。那你看，你要是女的，我肯定选择你。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逗傻子玩呢，宝宝，别吃醋，走，咱俩去玩吧。对，你带我一个。哥，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我俩这小情侣去玩，你跟着干嘛？哎呀哎呀，见了这么亲呢、啊、哥，这是保护你的安全。你看那小子的眼神，我不放心你。哎呀哥，我俩都是成年蛋了。来麻薯宝宝，我抱着你过去。来了麻薯宝宝，我妹自己张腿会跑，少个人给我动手动脚的。他怎么反应这么激动呢？该不会真吃醋了吧？那我们再来点别的，让他更上头的东西。麻薯，我的眼睛好像进东西了，来帮我吹一下。我来吹，今天小事不要麻烦我们。滚啊你！个神经病吧你！我难受啊，一觉醒来加杯头了。不是哥们儿，你玩真的了。